好，来我们解析一下，第一轮的游戏是憋笑游戏。哦，憋笑 easy。 我中文听不懂，所以我优势。没事，你不用听懂，无敌一世多么的 Demon。Round one，Ready Go。哎。 笑，这算吗？算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这样没笑，我哈哈哈。这不算吧？来，然后是下面线下，你们这算吗？对，这算吗？ 什么？老师不对书，然后来下一个。不知道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，这算笑啊？真香！你们帮我一下吧。做鬼脸。可以。 这算吗？这算吧。好，轩轩输。我要一说四。我的天！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啊 寂寞，你加油！因为我们很阳光。Let's go。Round three，Ready go。 寂寞，你千万不要有一点笑或者发出哈哈的声音，明白吗？哈哈哈！笑，真的吗？我的天！来福。 来福，冷吗？我觉得你冷了。我觉得你冷的话，就嘴巴笑一下就 over 了。吉姆，给他来个苏联单兵作战。 小师傅组获得第一个锦囊，你们可以得到2v2出战顺序指定权。哇，哇哦！